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相亲吗？不是啊，那要不然就是哦，对，网恋。现在年轻人不是流行在网上聊天那个认识呀什么的？也不是啊，那难不成是你们俩啊就在大街上碰见，然后就一见钟情了？还就是一见钟情。在我眼前晃，不就是等着我搭理你？这不就等着我拉你回来？哎呀，自作多情。